出国喽！嘿，您知道吗？很多动植物跟他们的产品是不能带回国的哦。为什么？因为要保护台湾，不受到外来动物疫病感染，或是植物病虫害的危害啊！啊，原来这么严重啊！开心出国也要爱护台湾，请不要携带动植物产品回国哦。